你都講得啱嘅。咁我講講啦，通常咧心理受傷想醫自己嗰啲人咧，好中意揀心理學嘅。咁我大學畢業之後咧，我就想讀碩士啦，因為香港如果你想用心理學做專業咧，係要讀埋碩士嘅。咁啊，通常兩條路走。臨床心理學醫人嘅，或者教育心理學啊嗰啲學習困難嗰啲小朋友，咁咧，但係咧，我報咗兩次，碩士都冇收我，於是我就死咗心啦。係，咁我就轉向我嘅另一個興趣，就係爬格仔。喂，咁但係點解你會覺得你自己心理受創咧？你有情傷？因為我屋企比較多一啲複雜嘅問題。O K。即係譬如嗱，咁嗰啲唔使講啦。即係譬如兄弟姊妹多啊，即係少複雜啦。咁但係你唔覺得呢啲有啲係天生嘅咩？有啲人喺咁嘅環境底下，佢心理都唔會有咩問題嘅喎。即係我都好犀利㗎。當世界混亂嘅時候，一片混亂嘅時候，我幾歲就已經發揮變咗成為一個小大人，救火隊長咯。O K。咁但係你救得火多，會燒親自己噶嘛？O K， 好啦，於是乎你第二個興趣。